10月8日晚，有网友晒出周杰伦和昆凌夫妇现身观赛的照片，写道：看台星光熠熠，打破次元壁。周杰伦和昆凌夫妇被网友捕捉到现身，现场观看了费德勒与拉莫斯的比赛，并调侃称：托尔的周先生怎么不见了？不会是买奶茶去了吧？照片中，周杰伦身穿黄色格子衬衫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表情严肃地盯着拍照的镜头。昆凌披着长长的头发，坐在周杰伦身旁，看上去虽然很低调，但画面和谐，满屏的狗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